大家好，我是妙尔歌艺。这个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尤克里弹唱教程呢，是来自于嘉韵的《和你》。这首歌超级好听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要学到的和弦有哪几个。 C 和弦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品， AM 和弦中指放在四弦的第二品， A7 呢用食指放在三弦的第一品，然后下一个呢是 F 增九和弦，食指放在二弦的第一品，D-M 和弦食指不动哦，然后把中指放在四弦第二品，无名指呢放在三弦的第二品。G7 和弦食指放在二弦的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二品。G-M 食指放在一弦的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二弦的第三品。然后下一个呢是降 B-M 大七和弦。食指放在二弦第一品，中指放在三弦第二品，无名指放在四弦的第三品。然后下一个呢是降 BM7 和弦，食指同时横按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一品。如果你一根手指压不紧，你把中指呢再贴上去。 OK， 最后一个呢是 CM 和弦，食指呢同时横按住一二三弦的第三品。好，这个会简单一点。那下面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右手要学习的节奏型。这个节奏型我们之前没有学过，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用到的是下、天上、下、上。那我们先把铅去掉哈，我们先来看扫弦的部分，用到的是下、下、上、下、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铅加在第二个下，就会变成下、天上、下、上。那这个位置的铅音呢，如果你还不会做的话，我们再稍微的讲解一遍，就是你要用食指。再往下刷弦，它会发出声音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的切音呢，就是要注意，在它发出声音的之前，就用这一块大鱼际的肉肉，把它要发出来的声音切掉，它就会变成有一点像噪音的效果。好，这个就是切音的声音。我们慢的放慢一遍来啊。好，就是你食指往下扫弦的时候，把它切掉。下面呢，我们把左手和弦跟右手节奏型合起来试一下。我们按住 F 增九和弦，下切上下上，换成 C 下切上下上，换成降 B 大七和弦，下切上下上，再一遍下切上下上。但是呢，你要练到和弦跟和弦的转换不卡顿，就会变成下切上下上下切上下上下。所以其实这个节奏型不难，只是大家之前可能没有尝试过的话，一下子会有点懵哦。如果你可以练到正常速度之后呢，再来把唱词加进来，就会变成许多回忆藏在心底，从来不及都告诉你，和你一起爬过山，最长的电影有下滑线，那我就是每一个和弦刷一下琴弦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再来一下，我想和你唱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哦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。所以这首歌呢，有一些陌生的和弦，节奏型也是比较陌生。希望大家呢可以加强练习，把它们都吃透了，然后呢再来加入唱的部分，好不好？以上呢就是这节课所有的内容了。如果你把这首歌学下来之后呢，欢迎向我提交视频作业，记得要添加话题一起弹尤克里里哦。这节课就是这样子喽，拜拜。